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啊，上次是说到课本21页啊，讲到这个无常，常无常啊，其实都是邪见。那这个在大智度里面啊，多次反复的说到。佛说无常是对治希坦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的主题是啊，佛说的法，那么有四种宗旨宗趣，就是说佛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那佛说这个主要是啊，为了说什么啊？那龙树把这个佛说的法啊分成所谓的四希坦，那主要四希坦又可以分成两种，叫做四十无谛跟胜义谛，或者是第一义谛啊，那也可以分成两种，叫做方便说啊跟直接说啊。那么这个里面再说到啊，这个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那再讲到所谓的依这个常无常，然后连着后面啊，苦空无我也是都是这样，就是说佛说这个法啊，比如说三法印啊，或说诸行无常，它主要是在对治啊，是在对治众生的执着，众生的邪见，并不是说这个世间它的真实意，它的实相是无常啊，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部派啊，把这个无常啊当成是究竟义了啊，那所以啊，甚至把涅槃也当成究竟义，就是说有一个涅槃的法啊，有一个无常的法啊，那么有一个甚至有一个苦的法啊，苦空无常无我啊，有一个苦法。这个苦法啊，那么是实在客观的存在这个世间的，有一个无常法，这个无常法是实在客观存在这个世间的。那般若经主要在厘清这些问题，就是说，假设你认为实在有一个，就是实在的法，那么这些法，你认为它有一个实相实性。那么你就不能证无我，因为无我是包含没有这一切法的实在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部派啊，就是声闻学者部派，那么通常啊，就是多数都是直取有这样一切法是有实在性的啊，所以像特别是有部啊，最势力最大的啊，那么最有话语权的有部，那么他是讲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个法有那个法体，就是法是实在，是有实在性的，而且这个法体啊，它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恒存的，就是它有它的不变性，就是它的自性。那般若经针对这一点特别啊提出啊，所谓的一切法空，就是说这个法并没有实在性，一切法并没有实在性。那有些人就会觉得疑问，那佛不是佛直接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怎么没有一个法？因为诸法世间无常，诸行无常就是有一个无常性，有这个法，诸法无我就是有一个无我性，这个法涅槃寂静就是有一个涅槃，这个法不是这样讲吗？
啊，那当然不是。所以般若经是在部派之后，那么对于部派所说的这一些错误的观念提出厘清，提出纠正。那么这有一点像佛陀，那么对于六师外道或婆罗门，所谓的原来的沙门婆罗门提出啊，那么你这样的观念并不是真理，你这样的方法并不是正法，并不是正道啊，这是正确的修行方法，提出厘清。那部派当然也是佛教的，他也是依着佛法的，可是他就是说佛陀时代的沙门婆罗门他是没有正见的，但是部派声闻佛法他是依佛的说的法来说的，所以他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正见，但是他对，因为这些观念是佛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那么这个是佛说的法，你怎么可以说佛的说的法没有正见啊？佛说的法是正见，但是他们没有正思维，就是没有正确的去理解佛所说的，所以啊，般若经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当时的一些这个佛弟子，那么就以般若经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厘清，所以后来才会有所谓的我空法空的问题。那么我空是出奇大圣以及声闻佛教共同承认的，也是佛法不可以改变的主要内容，缘起无我，缘起跟无我是佛教里面不可以改变、不可以更动的。但是缘起的内容是什么？啊，无我的本意是什么？哎，这个就大家讲的不一样了。所以无我跟缘起是正见，但是有正见不一定有正思维，就是说你不一定正确的去理解无我的内涵、缘起的内涵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初期大圣基本上就是一种，它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人间佛教的运动。那么第一个，佛陀说法，佛陀本身他是不断的去利益众生的啊，那么他并不是说啊门关起来自己努力得解脱就好啊，并不是这样。第二个就是佛说的法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啊，并不是像啊声闻啊一部分的声闻那么认为的啊有一个实法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是无我并不是啊有一个无我，无常并不是有一个无常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初期大圣基本上是从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佛所证的到底是什么啊，一个就是佛所行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样那么形成了所谓一个菩萨道啊，就是所以叫做啊佛所行的非常的广大，佛所悟的甚深啊，所以叫做以这个叫这初期大圣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悟甚深的中观，就是悟甚深的佛法，那么行广大的佛所行的法啊，所以才有所谓的菩萨道。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佛这样说呢？那如果不是真的有一个无常，那么佛为什么要说无常啊？就有这样的，所以龙树才会讲，那么佛说的法有四种中趣，西谈就是中趣，就是佛为什么要这样讲，他的目的在哪里？好，那现在就讲到这里是西谈的什么啊？这个对治西谈啊，就是它是对治的无常，说无常、无我、苦空都是对治的。对治什么啊？无常就是对治常。那么大多数的众生都是执着有一个常。那么比如说像当时的沙门婆罗门。那么多数的都是啊，基本上不离开所谓的有我。那么这个有我啊，就佛陀就有讲啊，就是沙门婆罗门所有的看法、所有的执着不离开有我，就是有我。只是这个有我是以现在这个身为我，就即我。现在这个身是我，我这个身死掉了，我就不见了。这个叫做唯物论啊，就顺势外道啊，它看起来好像是无我。
但是他无我不是说佛法的那个无我，是说没有那个我们现在讲说的没有灵魂、没有自体、没有实相。那么，但是以现在这个身为我，现在这个身是我，现在这个身死掉了，我就不存在了。他还是有我，但是究竟来讲，他是无我。但是他的无我是断灭的，他的无我是断灭的。那其他多数的基本上啊，基本上像婆罗门教啊，它是有我的啊。那么有其他的宗教，多数也是有我。那即使是断灭论的，它还是有我，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无我断灭的无我的这一边啊。那么就是所有的观念不离开有跟无啊，那么禅跟断啊就不离开这一些，所以叫做两边，两边就是错误的。那么佛教不是中间。你不是说你走左边，有的走左边，有的走右边，我走中间叫做中道，不是。中道是离去一切的错误，中是正，中正如实之道，正确的，确实是这样的，如是的，那所以叫做如实知、如实知、如实见，啊，就是它是如实的，它并不是说啊在两边取中间啊，不是。它是破除掉两边，不管是长还是短，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都是错的。所以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个有一些声闻学派就会把这个有跟没有啊，它还是在这两边啊，就是长跟无常啊，无常是事实，长不是啊，就变成它还是有一个事实。那么佛法的中道基本上是破除两边。啊，是正确如实之道啊，所以他并不是说哦，我不跟你不一边，我另外一边，我这一边是正确的，不是。世间上所存在的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依妄想，啊，依烦恼而有的。那么你必须要去除这个妄想，你才能见真实。真实不在哪一边，啊，也不是自己一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观念在初期大圣的时候。非常的强调，那这个就叫做法空，因为声闻执着法实有，啊，所以这里的重点在讲，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前面就讲嘛，常无常都是邪见，那无常，佛说你执世间常才是邪见，不是告诉你，诸行无常，世间无常，从无常入无我，从无我得解脱吗？就得以得如实之见吗？怎么会无常是邪见？如果啊，现在就在讲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好多地方都在讲，就是他重复讲这个观念啊。你看卷十八、卷三十一啊，这个还只是我看到的而已啊，因为我也没有整本都把它啊，对不起啊，我又把它关掉，为什么它没有？啊，不好意思。我把它关掉了，它怎么没有声音？好，他讲卷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八十六啊，这个还是我看到的而已。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来看啊，若无常不死，佛何以说无常啊？如果无常不是事实，不是实法啊，现在是有一个无常的法啊，如果不是事实，那佛何以说无常？那佛为什么要说无常？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说世间无常啊，诸受是苦啊，三法印啊，那么不是法印吗？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果不是事实，那佛就直接把事实讲出来就好了。那么事实就是离两边啊。那么为什么要说啊三法印是诸行无常啊？你们看，我们看佛啊，为什么呢？佛随众生之所应啊，就是。我应该就是我们叫做观机斗教了啊，就是这个人执着什么，我去除掉他什么，啊，那么就好像给他药，那么这些药是要治这个人的病的，这个人没有病，我给他药干什么啊？就不需要啊。那你不能说那这个人没有病也要吃药啊？不是啊，那基本上是随所应而说法，破重点在什么？所以叫对治西坦嘛，是。是为了治他的病，是要对治他的邪见，对治他的烦恼，所以破常颠倒，因为他执着常，所以有这个颠倒。我们之前讲过啊，这就是不如实，就是颠倒嘛。
啊，他这样你说成这样，他没有这样你说成这样，你说有这样，他有这样你说没这样啊，他这样就是颠倒啊。那颠倒我们说就是常乐我净，一般讲的四种颠倒。但是你如果执着无常、苦、空、无我，那还是颠倒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说无常啊，才说无常是对治息谈啊。你看这里，这个是卷十八里面的，我们现在是讲到卷一而已啊。那讲到四息谈，那我们后面才来讲那整个四息谈是什么。那么所以并不是第一义息谈啊，并不是第一义息谈。好，卷三十一，圣人有两种语，就是说话啊，就是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一样，他在各个地方啊，散在各个地方。那么基本上应该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啊，我们只是把比较主要的拿来说而已。那么直语方便语啊，就是直接说跟善巧方便说啊，就我直接讲啊，这个方便说就有一点像委婉婉转的，没有直接讲啊。那么为人者，为众生说事常。那就是为了众生一样，跟这里讲啊，随众生所应叫做为人啊。那么说是常无常啊。那比如来讲啊，这个比如说业啊，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啊，就是说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那这个业会一直存在，如果它没有消失的话啊，那么这样你前生造业，后生还受苦，受你前生杀生，后下一生就短命多病。啊，你造了第一的业，你下一生这一生造下一的下第一的业，那么下一生就会下地狱。那么这个就是它基本上好像看起来好像常啊，那么基本上它也不是常啊，就是说为众生说是常无常，如对治息谈中说啊。那现在第一卷就对治息谈啊，就像啊这个对治息谈里面讲的啊，也是在讲对治息谈。若说无常啊，现在讲。假设啊，不管讲常无常，不管讲常无常，都是对治息谈啊。那么后面还会看到啊，他讲的比较多，我们只是把重要的引出来而已啊。那么不管讲常无常，都是对治息谈。那无常讲的比较多，因为执常的比较多啊，所以就讲无常啊。那么讲常那也是对治息谈，讲无常也是对治息谈，并不是第一义，所以第一义中。是空，非常非无常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若说无常，欲拔众生三界浊乐啊。他这里讲，你看，他说这里讲常是因为，这里讲无常是因为众生执常。那么这里说无常，还有一个无常，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让众生不要执着三界啊。这个就后面印师老师也有讲啊，就不要执着三界。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无常啊？因为以令他会在佛想无常的真正用意啊，就西坛就是这样嘛，中去嘛，真他的用意在哪里？以何就是我要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言语，那么可以让众生得离欲，因为他三界着乐嘛，啊着什么？着无欲乐啊，啊着色界乐啊，着无色界乐啊。三界都有乐啊，欲界的是最初的，叫做五欲；那么色界的是身心的喜悦；那么无色界的就是那种极尽乐。那极尽乐不是涅槃的极尽乐啊。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会执着那个乐受啊，都是有那一种殊胜啊啊。那你说到了四禅不是啊，喜乐都舍了吗？啊，不是那种。那一种乐只是身心的乐而已啊，那么还有超越，就是那种极尽的乐啊，但是不是真正的涅槃的极尽。好，那么他还是执着，所以离欲怎么样能够让众生离这个乐，离这个执着了？重点在执着，重点不在那个境界啊，真正的过患在于你内心执着这个境界。妙色、妙香、妙味，五欲，微妙的五欲，微妙的五欲本身不是过患，啊，那个东西很好吃，啊，那个人很庄严、很漂亮，它本身不是过患，过患是你对它执着，啊，那么苍蝇会执着大便，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微妙五欲，
啊，那么我们人会执着我们所微妙的，当然就是我们认为好的。但是我们认为好的，在天人看起来，就好像我们看苍蝇执着大便一样。我们现在所执着最好的东西，从天人或是从这个色界的众生来看，就好像苍蝇执着大便一样，就好像蚂蚁不怕死，只是为了要吃到糖、吃到蜜一样啊。那么所以每一个人依他的业报，那么所执取的不一样，但三界里面都是执取，三界里面都是执取，没有不执取的，所以爱取有。那么执取里面，当然执取自身跟自有爱、自体爱、后有爱、境界爱，就不离开这三种啊。那爱，所以爱之后就执取啊，取没有不取的啊，所以我予取欲取，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嘛啊。那么所以以令众生得离欲，是故说无常法啊。所以才要告诉你，你现在所执着的这个东西是生灭无常的，不是事实，他只是要去除他的执着啊。所以说无常法是要告诉你离欲啊，这个应顺老师后面这边有讲，其实要讲这个啊。那么凡人生邪见故，就执取了，认为为世间是常啊，那么为灭除是常见故，就是他认为这个三界啊，世间就是三界这一些啊是常啊，他所以他不断去执取，就好像这个东西一拿来就会坏掉，你会去拿吗？不会。那个拿你可以保存很久的，你就会锁在保险柜里面啊，一直为你有拥有啊，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为你有拥有。不管你拥有什么，在这个世间不管你拥有什么，它终究会归于什么？归于无。不是你先离开它，就是它先离开你。那么它离开你有很多种方式，不管你拥有什么啊，你的命啊，你的眷属，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啊，那你的身体啊，你所拥有的金银财宝、名声地位，不管你拥有什么，他终究要离你而去。有时候是你先离开他，有时候是他先离开你，那么终究最后都会没有。即使从出生就一直跟着你的身体、你的名字，他也最后要离开你。你一出生，你父母就给你一个名字，一直到你死了，刻在你的墓碑上，啊，那么但是你下一生再来，你又换一个名字，啊，又换一个身份证号码，又换了，他也不一直跟着你，跟你最久的就是你的名字啊，啊，那你的身体其实是不断在换的，啊，那么好像几个月里面身体就换过一次了，啊，血液也在换，细胞也在换，因为它有新陈代谢嘛，啊，那么这个头发可能是断掉了，然后再长新的啊，那个换的不一定啊。那皮肤是不断就多久换过一次啊啊，那些骨骼也是啊，骨细胞不断在换的。那么基本上，只有你的像，即使一直跟着你的，它也终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佛主要是在告说无常，主是要告诉大家这些观念啊。那么灭除是常见故，就是你不要以为现在是你的就一直是你的，你不要以为现在你所拥有的就一直可以为你所拥有，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快乐的它就一直让你快乐，不是的啊，不是的。那么这个就是后面讲的是无常记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么说无常，不是因为无常是事实所以说无常，不是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佛说无常并不是因为世间事实有一个无常的事实，不是的啊。他真正来讲，他非常非无常啊。你说世间是无常，不断在变，不断在变是没有错，但是它是因缘生因缘灭，不是事实生事实灭。哎，这个不一样哦啊，这个要分清楚。因为这个牵涉到什么呢？对一般的没有解脱的人影响不大啊，也不能说不大，但是没那么大。对真正要解脱的人，你只要执着有一个实有，你就不能解脱。如果你认为你解脱了，那个叫做真善慢。这个般若经或是初级大乘的常常强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你有没有解脱，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执着就知道。不管你执着什么，你就是执着有一个涅槃，执着有一个无我，
啊，那么你只要有所执着，你就不得解脱。那么你也可能内心极尽，你也可能内心极尽，啊，像那个佛陀时代，很多都是佛陀时代，很多都是得初禅认为证初果，得二禅认为得证二果，啊，所以有外道涅槃嘛，啊，有凡夫涅槃啊，就是啊，我现在的苦消除了，我就是涅槃，啊，所以摸摸肚子，啊，肚子饿苦啊，吃饱饭摸摸肚子啊，就涅槃了，啊，时时在涅槃，一生涅槃很多次。那个是外凡夫涅槃，外道涅槃就是啊心极尽了啊，得四果或是得四无色定，那个他烦恼不起了，他就以为他涅槃了，其实还不是啊，他还有执着，并不是他没有乐受或有苦受，不是，是他还有执着。好，那么你修行，如果你这个观念没弄清楚，你会执着无我啊，甚至你会执着我心都不动。啊，你只要有所执着，你会执着那个极尽，你会执着那个清净，你还是执着。那么这个从要解脱来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你只要有所执着，不管执着什么，甚至初级大圣，你执着空，执着一切毕竟空，那还是执着。啊，那么这种执着就让你不得解脱，让你不得解脱啊。所以这个从般若经里面，他一直要厘清这个东西，啊，就所以叫做法空，一切法毕竟空，啊，甚至连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法也不存在，啊，这个在阿含经就有讲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引用，啊，这个须菩提跟外道辩论，啊，他就这样讲了，啊，那所以这个般若经，其实我们说初级大圣的般若经要回归佛陀的本怀，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你不要以为说啊，般若经是部派佛教之后的比较后期的，不是，它后期的没有错。从历史上看，部派佛教之后才有初期大圣，它看起来好像离原来的比较远，不对，它离原来的比较近，就是因为部派佛教把佛法的修行方法跟修行所证的内容，我们说佛法就三种嘛。佛法主要就三种，佛所说的，啊，你看哦，啊，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大圣非佛说，大圣非佛法啊，不对，要看是什么大圣，他讲的是什么，佛所说的，啊，佛所行的，佛所证的，啊，主要是三种啊，所说、所行、所证的啊，佛所说。佛所说法、佛所行法跟佛所证法啊，啊，这我们讲过，擦掉好了。啊，这个自论卷十八，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衣，佛是佛法的根本，一切法都从佛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啊，就是真理没有佛没有说，我们不太知道，不太可能知道。那怎么证得真理？佛没有教我们，我们也很难去证得。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佛所说法，啊，那么所有的法跟律。那法跟律里面解释法跟律的叫做论，啊，叫做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是论，所以就形成所谓的三藏经律论，啊，就形成所谓的三藏，啊，那三藏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一切佛所说的法都收集在三藏里面，那么加设把它结集起来，啊，那么后面的佛弟子又不断的去研究它、讨论它、分析它，啊，那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见佛所见，知佛所知，证佛所证，其实不是这样吗？佛，那么证佛所证的，这佛是觉者嘛，觉者觉悟真理的人啊，他是觉悟这个，如果佛法里面啊，他是觉悟，他是觉者觉悟真理的人，觉者就是觉悟真理的人。好，那么我们
重点就在说，那佛到底是悟到什么？我们如果要像佛一样，我们叫学佛嘛，佛弟子，以佛为师，依着佛为师。为什么要依佛为师？要跟佛学嘛。学佛做什么？要跟佛一样嘛。很简单了，我们就是这样啊。好，那既然要学佛，要向佛学习，要跟佛一样，那佛到底是怎样？佛到底是怎样？你要知道啊。那现在的人很多学佛都不知道佛是怎么样，佛是怎么样一种状况，佛的行为是怎么样，佛的修行是怎么样，佛的内心是怎么样，佛到底见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做到了什么。那 我们要了解这个啊。那从哪里了解？佛已经不在了啊。从哪里了解？从佛所说的去了解，从佛所说的去了解佛所证的。因为佛法最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佛弟子，就两种嘛，佛弟子就两种，佛多数都是为佛弟子说的，有一些也为外道说，有一些也为一般的人说，但是多数的说法都是为佛弟子讲啊。那么偶尔有些为外道说啊，那外道来找他啊，都是他去找外道。那他去找外道是因为这个外道善根成熟，所以他只要去找那个外道或是去找那个凡夫，那么那个外道跟凡夫不久都会成为佛弟子。你看阿含经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律典都是这样子。那么佛会观察啊，这附近哪里有一个可以善根成熟的人，他就会去找他。比如说央觉摩罗，央觉摩罗是一个杀人犯啊，在被通缉的杀人犯。那么佛观察央觉摩罗的善根成熟，他还在杀人，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甚至要杀他妈妈，那佛赶快出现了，他要杀佛啊！你看，见佛要杀佛啊！那么，但是佛为什么去找他？因为他善根伸手要度他啊！他本来是外道啊，那这种没有多久，只要是佛去找你的，没有多久，他一定是知道你善根成熟，或是他直接找你，或是他在那里等着你来找他，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来找他。比如说须跋陀罗，他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到居士那入涅槃？因为那里还有他最后一个弟子善根要成熟，他没有去找他，他就故意在他附近要入涅槃。那因为这件事 很大嘛，佛要入涅槃这件事是很大的一件事，会传到那个在闭关的那个外道须跋陀罗。他120岁了，没有见过佛，没有听过佛法，一生都是外道在修行。他没有去找他，他等着他来找，最后也成为佛弟子。那去找他的一开始都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佛弟子嘛，一开始都是佛去找的啊。比如说五比丘当然是一开始就跟着佛啊，后来离开了。那比如说三迦舍啊，那么有一些是他在那里等着他来找的啊。比如说像大迦舍也是这样啊，他去七支塔之前，他就在那个七支塔，他知道大迦舍在附近，那么他会遇见大迦舍，会不期而遇。那佛很知道啊，他知道哦，大迦舍会来这里，他也没有去找他，啊，他也没有等他来找，他就是走，他跟他来一个不期而遇啊，就遇见了。那大迦舍遇见佛，哎，他看见佛，他就被佛所说说，因为他知道他们过去中有那个因缘，那么过去大迦舍的善根已经成熟了，而且即使大迦舍据说了，大迦舍没有遇见佛，他还是这一生还是可以得解脱。但是有遇见佛跟没遇见佛就差很多，为什么？因为大迦舍在僧团里面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佛灭后，啊，他是负责结集的。那这整个因缘，其实佛是一个彻底了知一切的人啊，他知道大迦舍有很重要的，所以所有的人舍利佛、目犍连都没有这种待遇，佛让伴座给大迦舍。把他成道的、成道以前穿的跟成道当时穿的粪扫衣给大迦舍，啊，那基本上你看，那这个是什么？佛他是一个觉者，他是觉悟一切的。好，那么佛到底是证得什么？那你要知道啊，像我们大部分的，不管是在家出家念佛、拜佛，啊，念经、诵经，
念佛拜佛不知道佛到底，知道佛说什么，但是不知道佛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有正见没有正思维啊。那这更不要讲依正思维去怎么正起正与正业正命而得什么，而得正定，而得出世间正见啊，更不要讲这个了啊。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啊，对佛念经，对佛所说的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在说些什么，只知道他说了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那这样到底是怎样也不知道，不知道啊。而甚至会误会，就是什么啊，依就是依这个依这个佛所说的，然后表面的意思去理解，那是错误的啊。就是你会理解掉错误的佛法啊，我们叫做依文解义啊，依这个文字或是依这个声音，那么你就去了解他这样说的话，那这样是错的。最常见的比如说啊，普门品啊，观音菩萨啊，若善人指善女人，欲入大海求取七宝啊，那么假使黑风缺起船缓，飘堕罗刹鬼国啊，那么若有人能念啊观音菩萨名号啊，那么世人即得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你听起来就一文解义嘛，就是觉得哦，有一天我如果要去海里采宝，要去赚钱，那么遇到强盗了啊，罗刹鬼国遇到鬼了，鬼王啊，啊，罗刹鬼是会吃人的啦，啊，会抢人的啦啊。那么我遇到那世间就是啊，我要去赚钱的时候遇到强盗了，我赶快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我的性命、我的财产都可以保全，观音菩萨会来帮我。不是，这个叫做一文解义，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啊。佛法是说啊，欲入大海求取七宝。那佛法是大海，你在佛法，你了解佛法，实践佛法，你就可以拥有很多的功德啊。你有气盛财、信戒惭愧、闻舍慧，你有戒定慧，你有很多的功德。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我为什么要佛教里面来学佛，你为什么要发心啊？你比如说你在家啊，来寺院里面发心啊，你为什么要供养出家人，你为什么要护身啊？为什么？因为是福田，你可以在这里面第一个培养自己的德性，第二个造作自己的善业，就是成就自己的功德啦，成就自己的功跟德啊。你可以增长善业，你可以培养善心啊。你本来嗔恨心的变成慈悲心啊，你本来不能忍耐的变成忍耐啊，你本来没有舍心的变成有舍心啊。信戒惭愧闻舍慧啊，在家是这样啊，出家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好，那么你可以增长这些功德。你为什么来佛教？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你为什么要来佛教里面发心？为什么要来佛教里面出家？因为你想得到些什么。那么最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最究竟的，就是我要跟佛一样，跟佛一样可以利益一切人，这个是最究竟的。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要跟佛一样可以解脱，可以不再生死轮回啊。那么这个是最多数的。好，那么佛到底是怎么样得解脱的？佛到底是怎么样跟阿罗汉不一样？阿罗汉也解脱，佛也解脱，那差别在哪里？那佛到底是修了些什么？佛到底是证得了什么？他的修证是什么？哎，你要知道啊。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佛很有力量，我只要念佛拜佛，我的罪佛就会帮我拿掉，我没有的福报佛就会给我。没有，这个是完全误解佛法啊。那多数的在家人跟出家人现在还这样想啊，你看可不怜，可不可怜。好，那现在我们回到部派的时代，多数的部派在理解佛到底是证得什么这一块，那么有一些错误。那么他把依佛所说的，因为部派很多都是研究佛所说的嘛，去了解佛所证的跟佛所行的，那么理解出来的就是佛所证的，就是什么证到诸法的实相，就是见一切法的实相。那问题来了，什么是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的自性就变成一切法的实相。那这个来讲，其实是离佛所证的是很远的。佛所证的不是证到一切法的实相，真的有那个实相，这三世实有嘛，法体很蠢嘛，一切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有为法、无为法，都有自性，都是实相。哎，那这样不对，这样不对。那
初期大圣就是看到，因为他就是在部派后面，看见部派离佛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要把他拉回来。如果由这些人主导，那么比如说，哎，你他们是先走没有错，走啊走啊走啊，哎，越走越远了，本来要到屏东来，走走走走到高雄去了，越偏越远，越偏越远。后面的人知道，哎，不是哦，应该要往这边走才对哦。就后面的人会开始，好，我不要往那边走，因为那边是不对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开始讲，所以应该要往这边走。他就带领一些人，有一些人就坚持往那边走啊，因为从几百年来，因为部派有几百年嘛，啊，佛灭后大概第一百多年到两百年这中间，开始部派就开始形成，到佛灭后大概四百年、五百年啊，两三百年了嘛，因为初期大圣是在佛灭后五百年嘛，那佛灭后五百年，就是佛灭四百年到五百年这个中间，已经有这种思想开始形成气候，是在佛灭后五百年嘛。那佛灭后一百多年，部派就开始了，就往那边偏了，往那边就偏过去了，偏到越来就变成主流，变成主流。那么后面的人也是有一些聪明的人啊，有一些知道，哎，不应该是这样，就开始带领另外一些人，不要跟着他们走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多数的人修行是什么？就诵经、念佛、拜佛、拜忏，就这样啊。开始有一些人认为佛法不应该是这样，开始带领一些人不要往那一条路走，往另外一条路走，要去理解佛法，要去思维佛法。那么不管你理解的佛法、思维的佛法，你都是要修行佛法，就是从闻思修正开始。那么要怎么样？要闻思修正，重点都是要觉察烦恼，要控制烦恼啊，要这个调伏烦恼，要断除烦恼。那么要从正见开始，正思维开始。那么控制烦恼就是戒，你会犯的你控制自己，因为你有烦恼嘛，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心，你控制自己不要去造作重大的恶业，不要去造恶业。你很想杀人，但是你控制自己不杀啊。你很想去唱歌跳舞啊，但是今天说八关斋戒，控制自己不要去唱歌跳舞，要心要清净，不要执着无欲，因为无欲是不可执着的。那你开始控制自己，学会控制自己，那不过就是戒吗？啊，那如果你不知道啊，你就说啊，佛说这个三个月才能洗一次澡啊，你就三个月啊，十五天洗一次澡，你就坚持十五天要洗一次澡。佛说这个不能立着大小便啊，那你即使啊，你就坚持啊，坚持就是男众小便你也要站，你也要蹲着啊，反正那你就坚持啊，佛说这个一些小小戒了，你就是认为你这样才叫持戒啊？那不对的，真正的持戒就是不去伤害别人，不去障碍别人，不去影响别人不好的影响。那你因为戒它就三部分而已嘛，啊，第一个就是本身的道德的规范，道德的规范啊，你不会障碍自己道德啊，杀盗淫妄这些啊。一个是僧团公约，大家住在一起不要互相障碍，你不要影响我修行，我不要影响你修行的嘛，啊，那一个就是什么啊，一个就是像威仪这一些啊，就是这个生活准则啊，你走出门的时候不要让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啊开始诽谤佛法，有学佛的人对佛教丧失信心啊，你走路不好好走，穿衣服不好好穿啊，然后这个威仪形象都不好啊，那是你是个佛教徒，你是个出家人，你要好好的保护佛教，你不能弘法啊，不能去利益众生啊，已经是有一点点不称职了啊，你还去伤害众生，还让佛法啊，很多人对佛法起不好的观感，那就更不应该了。戒基本上就这几部分而已啊，那么所以你了解了，你就知道要从控制烦恼开始，控制烦恼就是戒，那定。啊，基本上就是让你的心不随着境界转，六根不会攀缘六尘，那要怎么样？那心要有所缘，要有一个清净的所缘，要有一个专注的所缘，才不会随着这个境界一直去追逐嘛，因为你的习惯嘛，你就是习惯嘛，啊，那你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心，让心调伏，有一个清净的所缘，所以要叫你念佛，要叫你观呼吸，要叫你观不净啊，那你要调伏你的心，那这个就是。调伏烦恼啊，到最后慢慢慢慢啊，知见建立了啊，那么因为
断贪嗔痴，佛法有讲，佛陀有讲，你要断贪嗔痴，一定要先断两种烦恼，不然你断不了贪嗔痴，啊，那么你只能调伏贪嗔痴，那么还没断贪嗔痴之前，要先调伏跟控制贪嗔痴，那么断贪嗔痴一定要断什么？前面是什么？断三结，戒、禁、取跟疑，那这两个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断无我，断我见。戒禁取跟疑，戒禁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你一直执着，这样就是修行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多数的，不管在家出家，都在戒禁取里面哦。啊，那这个是很多的。好，那么有些人知道了哈、啊，因为你看，从宋朝以后。从宋朝以后，唐朝还没有，宋朝还有一点点哦。宋朝以后，元明清，啊，特别是明清，元朝是喇嘛教啊，元明清，那么之后都是所有的修行，本来还有戒定慧，后来大部分都没有，都变成什么念佛、诵经、拜忏，就变成这样啊，各式各样的法会啊，那么就是修行，你从头参加到尾就是修行。那每天早课晚课固定参加，啊，从头参加到尾就是修行。那么站得整整齐齐，排得整整齐齐，那个就是庄严，不对。声音唱得大家整齐，排得整齐，动作一致，那个就是庄严，不对。那么有些人知道了，修行不是这样，开始带领另外一批人往另外一边走，啊，像我们就这样啊，啊，那不应该是这样，像印顺导师就这样啊。真正的修行不应该只是这样，真正的持戒不是说，哦，叫你不能怎么做你就不能怎么做，就是持戒，不是。真正的戒是内心没有烦恼，控制自己的烦恼，欸，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开始带领一些人往另外一边走，这个就是初期大圣。你不要说，欸，初期大圣是后期的啊，这个不是佛法，不是，它更接近佛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那很多人不晓得，就会觉得哦，从佛教的历史来看啊，先佛陀时代，后有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是坚持原汁原味，原汁原味依佛所说的，所以它才是根本。那么大圣都不是了，大圣是后来自己编的，不是。初期大圣就是看到部派佛教，他所说的里面，他已经离了佛所证了。那么你看，他执着无常是事实啊。他已经离了佛所证的，他不能证无我。那么他已经离了佛所行的，啊，门关起来自己解脱就好，不是的。真正的佛不是这样子的，他已经违背了佛所证的，远离了佛所行的，所以他要把他拉回来。所以叫做回归佛陀的本怀啊，所以初期大圣是回归佛陀的本怀。般若经就是这个，大智度论不过就是。集结般若经，那么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而已，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但是大智度论还蛮深的啦，老实讲，但是大智度论是综合身观跟广行，所以这个就是身观嘛。般若经基本上就是从这两个地方下手，这个是广行，广大行嘛，像佛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在。刚开始讲大智论的时候讲到这个了，就讲的这个了，啊，身观跟观行，大智论是综合的，像中论那个就是专门就身观这一边去论证，啊，没有一切法的实相，没有一切法的实性，一切法如果有实相实性，就是以空以毕竟空，以无所得为实相，啊，这个其实在阿含经就有了，啊，但是多数的人会执着，所以。部派全部一群人都往那边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你看现在的台湾佛教，一群人讲到修行就是不断的做法会啊，什么忏什么忏什么忏啊，甚至有一些很离谱的啊，我们看那个法会里面有很离谱的啊，那这个，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就变成啊，就是要这样啊，仪轨就是这样啊，那修行的方法就是这样啊，那就照着做。一样化葫芦，但是不晓得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你看，你好好想，你们出家了这么久，
啊，学佛了这么久，你都学了些什么？你都知道了些什么？当然，现在的人大部分，因为他也知道他没办法解脱，因为他也不奢求解脱。现在跟以前又不一样了，以前都要求解脱的啦，现在也不希望解脱，也不奢求解脱，能往生就好了。啊，现在变成这样了，那佛法就变成，佛法变成不是觉悟的方法，变成怎么样求往生的方法。佛法变成不是自己怎么去修正功德的方法，是怎么样跟菩萨求得功德的方法。你看看，可不可怜，悲不悲哀？那你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当然不要。所以你出奇大圣其实是要把这一些说清楚的。你说他离佛法比较远吗？没有，他就是为了要更接近原来的佛法，所以叫做回归佛陀的本怀嘛。啊，回归原来佛所证的跟佛所行的，啊，佛陀的本怀。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他的本意是什么？他这样说的本意是什么？他到底是证得什么？他怎么证的？他到底又怎么做的？怎么修的？成了佛，成佛以前他是怎么修的？怎么行的？成佛之后他又是怎么行的？哎，成佛以前我们不知道，成佛以后他怎么做？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啊，对不对？有流传下来啊。那他真的是自己努力求解脱就好吗？当然不是。啊，那这个时候衍生后来我们所有的菩萨道，当然后来大乘又越走越远了。初级大乘已经把它拉回来了，但是后来又人的特性就是这样，习惯性就是这样，他又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又越来越远了。那现在我们又必须把它拉回来，啊，其实是这样的。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再继续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这个无常啊，说这个无常其实并不是因为有这个无常的实相，而是因为要对治众生的常的邪见啊，所以啊，因为众生有认为世间是常的邪见，说微灭族常见故说无常，不是因为无常是实相，所以说无常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讲大，刚才讲大智多论里面啊，那么其实啊，初级大圣像般若经，般若经确实是佛弟子啊，那么在佛灭后，那么依着佛所说的跟佛所证的佛所行的，那么为了要厘清佛法，为了要回归佛陀的本怀，那么而不断的这个流出来的啊，但是他并不是因为在后面就离佛法比较远，像我们现在啊，那么说的比如说印顺导师没有错啊，在智者大师后面，在中国的祖师后面，但是他说的佛法并没有比中国的祖师更远，反而更接近什么？更接近佛陀所说的，并不是因为在后面的人就一定比较远，不一定。后面的人如果厘清了，就反而会比较近，因为前面的人越走越远，啊。那么初级大圣其实也是这样。好，那部派佛教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佛所证的跟佛所行的，违背佛所证的，远离佛所行的，就是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了。佛并没有讲，佛是讲无常，但并没有说无常是实法，是实相，并没有这样说。他说三法印，并不是说这个无常是事实，而无我有一个无我，有一个无常，有一个苦，并不是这样。但是部派普遍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是多数的部派。那只是说这个事实，这个实相是过去有，是现在有，是未来有，是三世有，还是只是现世有？那讲的不一样而已。啊，那么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事实，所以后来有所谓的有为法空无为法空，所以般若经里面不断在厘清这种观念，厘清佛所证的其实是诸法毕竟空，所谓的真正的实相并不是我们所执取的那个相，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等一下来说，先把这个说完。好，那么第三十二啊，卷三十二啊，我们刚才讲啊，那也是讲无常啊，讲这种观念。那这样的观念不是在一个地方，在很多地方反复重复的讲啊，因为众生你一下子把他拉回来了，等一下他又跑回去了啊，他又觉得是这样了，所以你要不断的讲，反复的讲，像佛讲，佛讲来讲去也是一样，反复的讲。你看那个无我啊，从无应无我讲，那么反复的讲，从六处无我讲，反复的讲，从缘起无我讲，反复的讲，啊，在这里讲，在那里讲，甚至对同样的人也一样，一讲再讲，因为他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么所有的人来问你那个路怎么走，你知道怎么走，你就是举同样的地方，他问了十次，你还是举那个地方，为什么？啊，就真的往那里走啊，所有的人来问，我都举同样的地方，只是有可能因为你是走路的，你是骑车的，你是坐车的，那么可能不太一样而已哦。你走路的往这边走比较快，你骑车的因为这个走路的走不过自己，骑车要骑。如果你是骑脚踏车哦，这边可以走；如果你是骑机车哦，那不能走那里，要走这里；如果你是开车哦，那你只能走这里，一样的道理嘛。那么但是方向不会变，所有的人来问都是同往那个方向。那佛法往哪一个方向？向善，向善，向解脱。反复的讲，重复的讲，当然是很多人不知道，反复的听，重复的听，听一听，听一听，听偏了，听偏了就会想偏了，想偏了就会做错了，做错了就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我们静下心来看，我们之前认为的佛法是什么？那你现在听了之后，你认为佛法是什么？那你要看看大家其他在家出家所谓的修行是什么，
他们现在在修什么，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未来会得到什么。那么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佛法真现实，你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修，就如是得。得了什么？世间的人执着什么？修行的人执着什么？是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不好？是真正有利益，还是表面有利益，实际没利益？是究竟有利益，还是只是短暂有利益？那么这一些，我们真的要修行，我们真的要学佛，我们要知道啊。可是大部分的人不管那么多，也不想那么多，也不要修那么多，麻烦了、就怎么样，你就得不到真实利益，得不到那么多，你以为有其实没有，这个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颠倒。你好好看，多少人在颠倒当中啊！你向前看，向后看，向左看，向右看，看一看你周围修行的人，看一看你之前修行的人、学佛的人，都在修些什么？为什么？那你就知道哦，为什么要这么讲？《般若经》也是其实也是对治西坛，他要对治世间人的错误。难得做人啦、难得学佛啦、难得出家啦，还越走越远，还越修越颠倒，还越做越错。为了这些人，要把他拉回来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断要把佛陀的法、真正的法、真正对众生有利益的话，要不断的讲出去，叫做什么？叫做报佛恩。若不说法度众生，终不能得报佛恩。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大圣其实就站在这个角度，要不断的什么？要第一个要先厘清事实是什么。佛这样说，因为部派也是依佛所说的嘛，部派也是依佛所说的。佛这样说，可是他远离了佛所证的、佛所行的，要把他拉回来。我们现在读经念佛拜佛也是依佛说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佛要你做的吗？这个是真的是佛修行的次第吗？教你的修行次第吗？你要好好想这些啊。那么如果没有，那么你也很发心，你有菩萨心，可是把很多人越带越远啊！人家本来还没有离佛那么远，因为相信你离佛更远，还以为离佛更近。你看冤不冤枉？是谁造成的？你造成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相信你。为什么相信你？因为你是佛弟子，认为你是专业。好，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特别是出家众非常重要。人家为什么要供养你？在家人供养父母不好吗？帮助贫穷不好吗？为什么要供养你？因为你叫做福田僧。你为什么是福田僧？因为你现在已得清净，未来将得清净，叫做清净福田僧。真正值得应供的是贤圣僧，他们已经清净了。那么现在虽然还没清净，我依佛所行的，我未来可以得清净，那是这样你才值得供养啊，叫做应供。阿罗汉才应供啊，出国二国三国他才是清净福田僧啊。我们虽然不是，但是我们有佛教我们的方法，我们未来可以得福田僧。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未来可以得清净。就好像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以前，因为受到牧羊女的供养，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但是因为受他的供养，他后来成佛。那么这个福田跟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的福田同等。为什么？因为受他的供养而成佛。那我们也是，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证圣果，但是我们依照佛的修行方法，未来能得证圣果，我们一样值得供养。为什么？福田僧，福田在这里啊。那现在麻烦了、你
并不依佛所教的能够得清净。那你认为你，所以你并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哦。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不管在家出家，你要学佛，你第一点你应该知道，我要学，你一点你要学佛，你应该知道佛是什么，他拥有什么功德，什么是佛，佛之所以得到什么才称为佛。那么接下来就要知道，那佛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到底修了些，修了什么，得了什么，这个要知道啊。那现在大多数是不知道，你看现在我们讲这个，那佛到底证得什么，就很多人讲的不一样啊。啊，修行的方法是一样没错啊，戒定慧啊，三十七道品啊，当然大圣依着佛所行的，还有所谓的六度波罗蜜啊，又不一样，但是也不离开三十七道品，不离开八正道，不离开八正道，修的方法没有意义，所证的到底是什么，开始有差别了。所以在，但是修行再更广大一点啊，所以我们说从般若经主要是从佛所证的去厘清，佛到底证得的无我是什么，并不是真的有那个实有的自性法性，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法性就是毕竟空性，就是性空，就是无所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再往底下看啊，三卷三十二舍常见啊，说为什么，因为这里的问题在处理，不是说诸行无常吗，不是说一无常得无我，一无我得解脱吗，那无常很明显是正见啊，无常是正见没有错，没有人跟你讲无常是邪见，但是如果你执着无常，那个就是邪见。世间无常是正见，但是你执着有一个无常性，那个就是邪见。无常跟无常性不一样，世间无常跟世间无常性有无常性，那个是不一样。那么你执着世间无常，那个就是有一个无常性，你说是，你说诸法无我，有一个无我性，那个就是邪见。所以这里在厘清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修行如果修到一个层次，在做观的时候，如果你观到无我还有一个无我性，还有一个无常性，你见到的诸行无常有一个无常性，你证的诸法无我有一个无我性，你所觉察到的诸受是苦有一个苦性，你不可能得解脱，你不会解脱。那你认为你解脱，那个叫做真善慢啊。那所以这个是一直要厘清的问题。那么对于真正在修行的人来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关系到你能不能得解脱啊。那他的方法是对了，但是他最后所证的是错的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也要知道啊。那么所以这里在讲舍常见，你看它重点就是不取不着，所以你在般若经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个。所以大圣三要就是佛法的三要，佛这个法不是阿罗汉法，不是辟支佛法，是佛法，佛法三要，这是佛的主要。佛之所以成佛，那么第一个菩提心啊，菩提心其实就是佛，然后大悲心跟无所得心啊，其实是这样。那大悲心就跟声闻有别出来了。那无所得，声闻里面有分，已经证圣果的声闻，出果、二果、三果，它一定是无所得的，它一定是无所得的。它如果没有无所得，它不可能证果。还有一种就是想要得解脱的声闻，这个叫有学无学。声闻里面有凡夫，有学无学，啊，就内凡，凡夫里面又分内凡、外凡。啊，那凡夫之所以成为有学无学啊，这个是般若经里面，他为什么要有般若经，为什么会出现般若经，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声闻里面分主要分三种啊，凡夫里面又有所谓的贤位内凡、外凡啊，外凡内凡。那我们刚开始学佛是从这个当然是有部立的阶位了啊，那你也不一定要这样立了啊，但是因为有部就比较有势力嘛啊，那比较权威嘛，从外凡进入内凡啊，那么这个叫做贤位嘛
那么从凡夫进入圣者，进入圣者，圣者又分有学无学，啊，有学无学。那么进入有学，进入圣者就不退了。所谓的不退，所谓的是不退，是不退为凡夫，但是他的修行还是会退哦，他的修行还是会退哦，啊。那么《阿含经》里面就有一个叫做相舍利佛，我们先讲一讲有学跟无学。无学就是已经把烦恼断尽了，啊，叫阿罗汉，这个四果。这个是什么啊？初果、二果、三果，从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到阿罗汉，啊，这个就初果、二果、三果，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啊，斯陀洹、阿那含，啊，这个叫做入圣流，啊，翻译叫做入圣流，这个叫做不来，这个叫做一来，这个叫做不来，啊，这个叫做无生。那么无学，无学就证阿罗汉了，啊，不会再轮回；有学会轮回，而且会，他不会退回凡夫，但是他的修行会退，他的修行会退，啊。那么有一个有佛弟子有一个叫做相舍利佛，啊，在杂含里面，应该在杂含里面啊，不知道第几经。啊，还是在中阿含里面，我忘了啊，就是相舍利佛。这个相，这个不是舍利佛，是相舍利佛啊，他就叫相舍利佛。那相舍利佛有一天啊，阿难去走去托钵，啊，经过相舍利佛的家，啊，相舍利佛家也是应该是大富人家，就看见相舍利佛哦，他以前是出家的，啊，他就走路啊，经过相舍利佛的家，经过相舍利佛家，看到相舍利佛左边一个女人，右边一个女人啊，抱着，就搭在两个女人的肩上啊，在那边取乐。那像阿难看了就很心酸呢，啊，就是有一点点啊，就觉得不舒服，很心酸。为什么？像舍利佛非常优秀，他有戒有定有慧，但是还没证解脱，还没证阿罗汉啊。那么他那时候出家，而且出家的时候常常为诸比丘说法，能言善道，啊，心又而且持戒又很清净，他还有神通，还曾经到刀立天跟释迦黄音论法，你看这功夫多好啊，欸，这么好的人现在还俗了，后来还俗了，享受无欲，而且还旁边还抱着两个女人啊，他就觉得哎呀，他以前多尊敬这个相舍利佛啊，能言善道，而且讲的都非常道地，啊，很会说法，啊，还上天跟刀立天辩论，啊啊，还为刀立天天主释迦黄音说法，啊，那么多少人恭敬他，啊哦，现在还俗了，还俗了就算了， 还在五欲里面，啊，那你抱一个就算了，还抱两个，啊，你看这个阿难看了就哎呀，这个像舍利佛，哦，以前多殊胜多殊胜都是因为他跟他一起出家的嘛，不是一起出家，他们也出家了。后来，那阿难看在眼里嘛，啊，他只是没有证阿罗汉而已，几乎都要像舍利佛一样了，要像舍利佛一样的功德了啦。但是他没有证阿罗汉啊。那后来，阿难看到像舍利佛，就经过他家嘛，就看见，啊，这个像舍利佛啊，抱个两个女人，就跨在两个女人的这个肩上啊，就在那边开玩笑啊，怎么样啊，就很欢喜这样。他因为他以前出家不是这样的嘛，啊，你看他还有神通呢。啊，还上道立天跟这个释迦黄音辩论，还为释迦黄音说法，为诸比丘说法，大家都很欢喜啊！听到他说法，很多人因他得解脱啊！你看这样的一种人，后来还俗，有些人还俗了，他还会修行啊？他没有，他就在无欲里面享乐啦。你看，那以前那么有修行，现在为什么变这样？他会退啊！那阿难回来就啊，心里面就想到啊，这个人已经接近解脱了，为什么还这样？啊，回来就跟佛讲。回来跟佛讲啊，佛就说：“阿难啊，你不要担心了，啊，这个像舍利佛啊，因为他过去的用功啊，他也不白费啊。他七天后，他就会来找我，他会证阿罗汉。啊，你看啊，这个阿难才没有那么……哎呀，那因为看到这样，他心里面有一点点，啊，非常的辛苦了，啊，就觉得
哎呀，这个蚁人，这个以前这个人啊，多修行，多修行，我听他说我都欢喜啊。啊，结果这样，那后来他真的，因为他看见，他也阿难看见他，他也看见阿难嘛。阿难也难过，阿难看见他难过，他看见阿难也难过。啊，你们可以回去找来看一下啊，这象舍利佛啊，可能上 Google 搜寻就有了啊。那我看到这个经啊，我也心里面也很震撼，也想了很久，就想他象舍利佛这件事啊，所以要多看经啊啊。那么这个他看到阿难哦，心里面也难过。后来心里面就想，因为他过去的修行，他过去很有修行啊，你看他还有神通，还在道立天，还上道立天跟为道立天主说法，为诸比丘说法，这个法的力量都印在里面啊，深刻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诵经而已，我告诉你，那个就好像写字在沙滩上一样，写字在沙滩上一样，下一个烦恼流过来就没有了，完全没有，无影无痕，我告诉你。那如果你是思维的修行的，依着这个法思维去修行的，我告诉你，就好像刻在木头上一样。那如果你是正德的，就是非常内心体悟非常深的，那个是刻在石头上啊，那不一样啊，风吹不会灭啊，啊，那刻在木头上的时间久了也会没有，我告诉你，哈、啊，也会灭了。我们要把它刻在石头上，刻在钢板上啊，啊，那其实那怎么样才能刻在石头上呢？就是你对这个佛法的思维要深刻，而且要去实践。所以要如理思维，要专精思维，要深刻，要烁烁思维，这很重要啊！啊，这个修行的诀窍，你如果没有掌握到，我告诉你，你不容易啊！你就算现在有一些利益，一下子就没有了。你那个字写在沙滩上啊，现在没有烦恼的时候，明明显显啊，哇，这什么字什么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个烦恼水过来，我告诉你，全部不见，无影无痕。那个佛法都不现前，完全没有，你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不知道怎么修行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思维，再思维啊，深刻再深刻啊，啊。那么我要讲象舍利佛，还没讲，我讲完，啊。那这个象舍利佛后来看见阿难，他也很难过，哎呀，因为以前他那么厉害，那现在阿难人家。阿难也是厉害，那现在还是这么厉害。我以前甚至超过阿难，现在不如阿难，啊！他抱着两个女人，看见阿难来，他马上就放下来了。他心里面也不好意思，他自己也难过，也不好意思。他自己也想，没有多久，七天后，想了七天啊，想了七天啊，你看，啊，那不容易了啊。那么七天之后，他真的去找佛，希望再跟佛出家。佛当然答应了，因为佛知道嘛，我会看应啊。佛因为阿难回来就跟佛讲嘛，哎呀，这个象舍利佛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还曾经上道立天，那个没有神通去不了，还上道立天跟提婆释提黄严论法，为他说法。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啊，看他在家里面啊，这个无欲之乐，怎么会整个人？就算你不能出家。你也稍微表现一点修行的样子嘛，在家也可以修行啊，啊，那么那但是他怎么变成这样子呢？好，那所以他跟佛讲，佛看了一下，他说：“阿难啊，啊，你不要为他担忧。”阿难就一直很为他担忧嘛。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有道心的一个人，怎么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佛陀跟他讲：“阿难啊，你不要为他忧愁，他七天后他就会来，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哦，阿难听得可欢喜了，啊，就应该要这样嘛。后来他七天后真的来，这个象舍利佛那个时候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因为经典里面没讲，啊，但是他说他看到阿难也难过，啊，那么想一想，又想起，因为过去他那个法很深啊，法要深，第一个你自己要思维，思维不够深，你要为别人讲，你看佛教他的儿子罗侯罗也是这样啊，啊，他缘起甚深，他思维不来啊。很深，反复思维，日日思维也没办法证。他说：“你又去为别人讲，啊，为别人讲五蕴，为别人讲六处，为别人讲缘起。”后来，罗侯罗真的啊，自己思维再去为别人讲，那么反复讲，啊，那么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后来就证阿罗汉。你看，那个
这个像舍利弗，他之所以像舍利弗，就是他的那个能力威德说法像舍利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名字就这样叫像舍利弗。好，那么这个七天后来跟佛说说要跟佛出家，还要做沙门，佛当然允许啊，可以去出家七次嘛。女众不行啊，女众只有一次啊，所以要好好保息啊。哈哈，那么那个要好好保护啊，一次就够了啦。那么多次做什么？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七次哦？没有，有些人第二次人家就不要你了，啊，难中了啊，不一定啊。但是就是说，这个跟几次没关系啊。啊，那么所以好像结婚一次就好了，你可以结婚那么多次做什么啊？一样的道理嘛。好，那么就是你为的是要解脱嘛。那么这个像舍利弗没有多久真的来跟在佛出家后用功，因为他过去用的功没有白费嘛，是刻在木头上的，刻在石头上的，所以他很快就印象深刻，又记得这样修，没多久就真的证阿罗汉。那证了阿罗汉之后，他本来出家嘛，后来变在家嘛，啊，在家又留头发，然后又出门都带着女人嘛，而且不是带一个呢，都带两个甚至三个嘛。好，然后那在家人也看在眼里啊，外道也看在眼里啊，是不是啊？那本来这个出家的，然后后来留头发啊，身边就带一个两个女孩子啊，三个女孩子啊，人家外道怎么想啊？在家居士怎么想啊？但当然他现在已经出在家了，那不是出家众啊，啊，他是在家众啊。可是人家也知道他过去出家哈，啊，人言善道，都会说法啊，啊，那功夫又很好啊，啊，还有神通啊，哦啊。但是他后来又出家，又现沙门了，他又去托钵了。那外道就开始讲啊，这个沙门瞿昙的弟子哈，都是装的啦，假的啦，你知道吗？那之前哇，哦啊，多清净多清净，没有多久就抱着两个女人啊，然后后来又出家了啊，都是这样啊，你看就讲啊，啊，所以这些沙门瞿昙哦，说多清净怎么样，都不是真的啦。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就开始讲啊，这像舍利弗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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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看啊，说佛弟子啊，多清净如田身。啊，不要不加啊，就是没有，也不是真的都这样。你看啊，你看那个像舍利弗就好，那以前是清净没有错啦，但是谁知道他真清净啊？如果他真清净，他怎么还俗后马上就去抱两个女人，对不对啊？那个所以说他清净也都不是真的啦，啊，假的啦，怎样讲就开始外道开始诽谤了，啊，开始在到处讲了。因为什么？因为佛陀就会障碍他们，因为佛弟子越来越多，人家供养外道的就越来越少嘛。他的利益就少了嘛，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佛弟子也不是那么厉害的啦，也不是那么清净的啦，啊，你看像舍利弗就好啦，啊，过去清净我们不晓得他真的清净没有清净啊，清净在心里面谁知道啊？那甚至你看啊，他还俗了，你看啊，大家他每次都是带着一群女人这边吃喝玩乐的啊，你就知道了嘛。那现在他就出家了，谁知道他心里面有还没有在想，对不对？如果他不想，那他怎么还俗后都做这些事？啊，那你现在啊，他又出家了，又清净了，谁知道他心里面清不清净？啊，那肯定不清净嘛！啊，就开始讲这些不好的，就很多人要回报佛教嘛。然后这个后来就有佛弟子啊，也听不下去了啊，然后后来就去问外道也问啊，说那你他就问有没有那个，因为人家会以为他是阿罗汉嘛，其实他不是阿罗汉，人家先问他。阿罗汉出了家会不会再还俗受五欲？他说不会。如果是阿罗汉，因为外道会认为，因为以外很多外道跟佛弟子认为他之前就证得阿罗汉，为什么？他功夫那么好，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上刀立天啊，可以跟四体还应说法啊，说法又那么好，无常无我是那么好，你会不会认为他是阿罗汉？会哦，啊，你会认为他是阿罗汉哦，啊，大家都说他阿罗汉啊，那也不是他自己说的了，但是大家会认为他是阿罗汉，啊，所以很多人就流传，像舍利弗以前第一次出家的时候，大家就说他是阿罗汉。你看那么人言善道，而且又有神通，持戒又那么清净，所以自然而然就认为他是阿罗汉。哪里知道他又还俗了？还俗就算了，还极度的在五欲里面享受，所以后来人家就会疑问，就问他，证阿罗汉的人会不会还俗哈，啊，享受五欲？他说不会，啊，然后就问他，就问了很多了，然后又问他，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不是阿罗汉啊，
说我还没有证阿罗汉呢、啊，然后他就问，那还没证阿罗汉以前有学弟的人，就是说出国二国三国的会不会？会。为什么？出国三国还有烦恼啊，出国二国还有烦恼啊。那如果证了三国，基本上他不一定出家，但是他也不会过在家的生活，因为他已经断欲贪了，他断了欲贪。啊，所以会说，如果在家证三果，基本上会出家，但也不一定出家。佛弟子有很多，比如说须达多，他有些须达多证出果，有些是证三果，有些也证三果，但他也不一定出家，但多数会出家，他不会过五欲的生活，因为他已经断欲贪了，他已经断欲贪了。那出果二果的就比较有可能，他出家他可能会还俗，还俗会受五欲的，还是会的，他会退的，他的修行会退，但是他不会退到凡夫，不会。啊，那。还没之前都会退，像我们现在会退到哪里？会退到无间地狱去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如果不小心，你就退到无间地狱去啊！啊，所以叫做六道轮回嘛，会有六道轮回。那么这个到了有学，它没有六道轮回，它只有两道，人道跟天道，它不会退到畜生道，不会退到恶鬼道。像我们是努力了很久，游了很久，游到快接近岸了，人跟天。快接近岸了，比较接近哦。如果你在三恶道里面，你就离很远哦。你在海中央哦，啊，那你要到哪里还不知道哦。但是只要你没有过那个坎，一个大浪来，又给你吹到海中央去了、哦，啊，生死之海、苦海就是这样啊。那人跟天是比较接近哦，比较接近岸边的哦，比较接近涅槃彼岸的哦，比较接近哦。但还没到那个坎之前，还没过那一个之前，你。可能一个大浪来，小浪不会，大浪一来就推推推推到海中央，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推到海中央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抓住，紧紧的抓住，依着那个轨道走。你如果不信了，你一直掉到河里面，你游不到了，又海浪又吹过去了。所以它有一条正确的道，叫做八正道。它有一个正次第之修行方法，你要照那个次第。你现在已经是最接近的哦，人是最接近岸边的。人中的佛弟子更接近，人中的佛弟子更接近，但是我们都是人中的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都接近哦。那么出家是更接近的哦，谁知道？很多出家也没有比较接近，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真正的佛法要真的认识啊。那这个相舍利佛后来，人家就问他嘛，那你说阿罗汉会不会再还俗？那么就佛弟子会不会再还俗，那么再去享受无欲？不会。但是出国二国三国的学弟，就是有学还会，但是他会，但是他不会退而凡夫，他不会去造三恶道而已，他不会去犯戒啊。那么出国二国还会犯戒，阿罗汉不会，因为烦恼断了嘛，烦恼断了啊，他只有习气，阿罗汉只有习气没有烦恼。那么出国二国三国还有烦恼，有烦恼就会犯戒，但是不会犯根本戒，不会犯三恶道的，不会造三恶道的罪啊，是这样差别了，啊，那所以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你看他即使像他这样的，像舍利佛这样的一个比丘，那么他为什么他还俗了，退心了，我们叫退道心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退道心啊，我自己有时候都会退道心啊，啊，那怎么办？就是要让佛法深刻。你就是要想办法让你的佛法深刻，啊，那我们说那怎么深刻？你就是要多闻熏习，要清净上师，要天闻正法，要如理思维，这三点要先做到，然后要依着缘起，你看见境界，你就想起缘起，你执着常，你就想起无常。其实你就要常常这样想，你坐下来的时候想些什么？你平常走路的时候想些什么？那么你看见。你看见境界的时候想什么？没有境界的时候你想什么？那么你深刻不深刻，就从你平常想什么，你平常做什么就可以知道了吗？但是你如果已经深刻过一段子，你过去即使烦恼来了，业来了，啊，他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啊，那这些出国二国三国的为什么烦恼一来他会退失？他会在享受无欲，树业所致，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树叶，它也不会让你堕三恶道，就是过去的业了，过去的业，那么过去的业，过去的习气，过去的烦恼，加上现在的境界，烦恼的境界，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很巨大的漩涡或暗流，会把你拉走，
啊，但是如果你还是凡夫，内反外反，你可能拉，要看境界多强啊，就在六道里面就转了，还没有啊。但是如果在有学，他还没有到岸，他可能会被推几次啊，但是不会退到位后面，因为他已经有游泳的技能了，游泳的技能了。那凡夫不是，凡夫还要看那个业流，完全依那个业流，他本身不会游泳。他本身不会游泳，那现在所依附的那个船被吹走了，已经换成什么？换成会沉下去的船，已经破洞了。就像我们的法，我们依的佛法，可是我们的佛法有破洞，它不实在啊，它不是真实的佛法啊，那这样就麻烦了，所以就危险了啊。所以你必须在还没有证学地以前，还没有证出国以前，你要牢牢的抓住那一条船，那个船就是什么？就是三宝，就是法，就是佛法。你要真实，你不要在这个船上钻一个洞，钻一个洞，啊，钻到船还是船，但是都是漏洞。你的法还是佛法，但是都是夹杂世间法，啊，不是真正的佛法，麻烦了，啊，那个船本来是可以浮在水的，啊，你就搬了一些外道的石头，啊，世间的石头啊，都搬，那个船都要沉下去了，啊，所以那个或是在那边钻洞，啊，那个船就不密了。比较没有浮水的功能，比较没有载人的功能啊，一样啊。我们的佛法夹杂太多外道法，啊，你让你比较浮不起来了，啊，那是你还坚持啊，这样是对的，还一直钻，一直钻，一钻，越钻越大洞，越钻越多洞，到时候沉下去的就是你啊，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条船。但是这个就是法船嘛，但是你要先知道那个法是什么。啊，那个是很重要啊。那个船是什么？船就是你比较没有动的才叫做船嘛，要能够浮起来才叫做船嘛。啊，那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是顺便讲到这个象舍利佛，他虽然退心了，他虽然退心，但是他那个法还在。他为什么会退啊？因为他还没有就近嘛。那我们不要讲退了，我们现在哈，啊，不知道退到几万里去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是离岸比较近的。佛弟子，人中的佛弟子，如果天了，升到天上去啊，那个也不容易解脱，也可以解脱，天上也可以，因为他佛是人天师嘛，天上也可以，但比较少，比较不容易啊，因为他在，但是他虽然不容易，如果你是正出国二国的，他虽然比较不容易在天上得解脱，但是他还是决定可以得解脱。那么人是比较可以的，那么人。所以佛弟子里面的人，就是人跟天，有些很多佛弟子啊，天比较不容易哦，那人比较是容易的。那人容易里面，出家弟子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个是在有佛法的条件上说，啊，很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北传的佛弟子里面都不太知道佛法。所谓的修行啊，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都是也没有意义，而且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就好像啊用石头去磨针一样，那用石头要去磨一个镜子一样，炼砂取油一样，都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里面。那么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了，所以有心的人要赶快把真正的佛法弘扬出去，告诉大家。那最重要是自己要先认得佛法。啊，要努力了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个是讲到象舍利佛啊，顺带讲啊，就是有讲到这个就顺带讲。好，那么大家回去啊，也可以把象舍利佛这部经拿出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他说，即使像这个象舍利佛这样的，他也会退，他也会退，但是他退是退，他凭什么没有多久一个因缘来，他又马上证阿罗汉？法非常深刻，啊，那个字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写在沙滩上。我们的字都是写在沙滩上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没有意义的了。好，我们再来底下看啊，卷三十二啊，舍常见不着无常见啊，就是不持取啊，不持取这个无常见，是名法印啊。那不是诸行无常是法印吗？那它不是事实，那怎么还能成为法印啊？就有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也会问啊，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无常如果不是事实，怎么能成为法印？啊，那现在要告诉你，不着无常相，这个叫做法印；
并不是舍这个常执着，舍这个常执着这个无常叫做法印。人家讲诸行无常没有错，诸行无常是法印，这个没有错。三法印里面诸行无常吗？但是他这个无常是告诉你世间没有常，无有常，世间无有常。无常是世间无有常，无有常啊，这个不一样哦啊。世间无有常是在否定世间常，无有常，无有常不是常，无有常。但是你变成世间有无常性，有这个无常的自性，那就不对啦，那不一样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啊。这世间无常，无有常。因为常是错误的，大多数人执着常，那你现在不执着常啊，执着有一个无常，不是，它是无有常，不是无常有一个无常啊，不是的。所以它，你舍掉这个常，你舍掉这个常变成有一个无常，那么把它当作法印，那个是错的。那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你舍掉一个我，你舍掉一个我，执着一个无我，它是这样的，三法印吗？啊，这个对于要解脱的人，或是你要做观的人就非常重要，因为定戒是为了保护，让可以生定，啊，那么定主要是要引发无漏慧，那所谓的无漏慧就是真实的智慧，没有烦恼的智慧。啊，没有夹杂这一些错误观念的智慧，那么你有定了，但是你引发的不是无漏慧，你就不可能得解脱。那么所谓的有漏，就是有错误，有夹杂烦恼观念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一些，那你已经去除掉了行为上的错误，有戒了，那么你的心要引发无漏慧，可是你做观的时候，你却观到有一个无常性，有一个无我性，那么你就不能得解脱，啊，那么这个就。在你要真正要向解脱的时候，它非常重要。那你还没向解脱，那这个就没关系了。为什么？你还离很远嘛。就好像你已经到门口了，你认为是你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就很重要。你如果带的不对，你钥匙打不开啊，你进不了门啊。你已经走那么远，如果你还很远，那么你现在那个钥匙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重要。但是一开始你就带真的钥匙，因为你还离很远嘛，你还不知道能不能到门边呢。啊，所以你既然到了，你那么多钥匙里面，你开哪一把钥匙就很重要。如果你执着一定是这把钥匙，其他钥匙都丢掉了，那你惨了，你就永远打不开那个门。那如果说哈，你这把钥匙打不开，你换成另外一把钥匙打就可以打得开，啊，就是什么？你认为有一个无常性，那，啊，你认为哎还没有无常性，那你还有这一把钥匙，你就可以打开了。那么如果你执着一定是有这一把其他没有，所以你就把所有的钥匙都丢掉了，真正的钥匙也丢掉了，因为你执着就是这一把，没有其他把了，结果这一把怎么开开不了。那你有两种，一种就是你退道心，一种就是你一直成为外道，啊，就变成这样，啊，你认为这个就是解脱，就真善慢了，啊，哇，那这个就是解脱了，不用再开门了，这里就是了，不对啊，不对，所以这个不着无常相，是名法印。一样，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这个没有水。啊，诸法无我，涅槃极尽。那无常、无我啊，即即涅槃。那么无常是无有常，无我是无有我。那这个即即是涅槃相啊，那么没有生灭，没有我相。那么基本上并不是离了常有一个无常，离了常有一个无常，离了我有一个无我啊，这样不对，有无常性，有无我性啊，不对，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这里讲啊，并不是舍常着无常。就变成常跟无常，我跟无我两边都不对。那如果你去掉常执着无常，那就是错。
去掉我执着无我，那也是错。所以并不是舍常着无常，也不是舍我着无我啊，意思就是舍常着无常，舍我着无我，舍这个生灭变成极尽啊，不是啊，不生不灭嘛，舍这个生灭着执着那个不生不灭，不是啊，那么不生不灭就极尽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我无我也极尽也是这样，般若波罗蜜中破着执着，只要是破执着，无常、苦、空、无我这一些观念，只要是去除你错误的观念，啊，并不是非为破不受不着，啊，就是你不受不着这一切法，并不是连这个也破，不是你不受不着是对的，不执取是对的，啊，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如果有时间了，就讲到这个这两本啊，就《九六八经》及《孤独长者》啊，也一样，啊，还没写完。好，我们先把这些讲完。啊，这些观点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这个观点错，未来你修行要向解脱的时候，你那个过不了，因为你会执着有一个。那现在因为佛灭后，很多部派得出来佛所证的是这样，有一个无我性，有一个无常性，有一个法性，啊，所以后来般若经才会讲法空，讲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连这个空也空。啊，那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因为你讲一讲，大家习惯性执着嘛，啊，本来是三空，啊，然后来就变成七空，后来变成十八空，啊，十一空、十三空、十八空，最多讲到二十三空，啊，内空、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啊，就讲得非常多了，啊，在般若经里面就常常，但其实空就是无我而已，无我就是无有我而已，无有我就是。没有错误的执着而已，啊，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后来就讲中道，非一非一，非常非断，非有非无，讲这个非，而不是有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不是，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因为讲是什么你就会执着，那讲不是什么你又执着那个不是什么啊，就麻烦了。所以重点是去掉那个执着，啊，那个就是爱取有，有的前面就是取，取即使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与取就是执着有我。啊，欲取就是执着那个五欲，那世间的人，凡夫在家人执着五欲，出家人执着那个什么？执着那个观念，错误的观念。那其实是这样的。好，那个也是因为生死轮回的原因。好，那这个是卷三十二啊，在大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哦、啊，卷三十二里面说的。好，看卷八十六啊，是无常破常颠倒。破常颠倒故，不是因为执着无常的缘故啊。这我们上面这样念过来，就大概就知道啊。那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啊，不是因为着无常故说无常啊。那么讲诸行无常，讲世间无常啊，讲世间无常。那么世间无常跟诸行可能也有一些不同啊。他原来那个范文不太一样，好，那么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那么是要破常颠倒，啊，不为着无常故，不是只有一个无常啊，不是执着这个无常。是故菩萨舍生灭观，生灭就是无常，就是生灭嘛。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我们说是这样，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灭灭就是不执取了。那么它是生灭的，说它无常，它是生灭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无常，你生灭，你不随着它生灭，你也不执着它有一个生灭自性，那么即灭现前，生灭灭矣啊。所以你要去掉这个生灭，第一个就是。你不随着它生，不随着它灭，你不执着在生灭里面，生灭法里面知道无常而不执着，知无常，因为它生就是现前嘛，现前，这个法现前就是存在，这个就是消失，
二法消失了、啊，那么存在消失，存在消失，现前就存在，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体都这样啊，这个就是消失。那么存在消失，存在消失，你不随着它存在而执着，你也不随着它消失而执着，甚至啊，你也不再以生灭中执着这个生灭，生灭灭，即灭现前。这个时候啊，因为没有生灭了嘛，所以才会讲大圣后来讲三法印就是什么一时相印啊，一时相印是什么啊？那后面就会讲了啊，就诸法不生不灭，从生灭入不生不灭，诸法毕竟空啊，其实像这样啊，即灭现前，生灭灭，即灭现前啊，就开你就证得涅槃，其实是这样的。好，所以观不为着无常故，是说是故菩萨舍生灭观入不生不灭观。啊，那还有啊，就是我们本来要讲这个，这下一次再讲好了啊。那把这里讲完就好了。好，那印顺导师啊，就解释啊，解释这个前面那个那些说的啊，他说佛说无常啊，就比较白话了，我们比较容易看得懂了，啊、不用解释那么多了啊。为令众生，为令众生啊，只为了令众生起厌离心。而向于解脱，这起厌离心向于解脱，大圣有一个方便，向于解脱啊。我们说佛法有三个趋向，向善、向上、向解脱啊。那么最终是向于解脱的。那么后来大圣一个方便啊，依众生执着五欲的方便，就告诉你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有多少多少的五欲，让你心向往之，啊，那么就是就变成厌离娑婆，啊，因为你执着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欲，你执着娑婆世界的五欲，你就不能向你解脱，你就是执取五欲啊，叫做欲取。那现在告诉，因为不能让你放弃五欲嘛，放弃五欲你不要啊，你就是执着五欲，好，给你更好的五欲，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所以告诉你要厌离娑婆，就娑婆世界的五欲啊，那么比极乐世界的五欲更好。这个大乘里面也有讲到啊，也有讲到，那么比娑婆世界的五欲更好，所以叫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是净土里面的，那么心求极乐，那真正的极乐，真正的极乐是什么？是涅槃。真正的极乐，究极最终极的快乐是解脱乐。因为乐有分三种嘛，乐有分的现世乐、来世乐跟什么解脱乐、就近乐。就近乐是解脱乐，那么所以心求极乐，其实就是厌离烦恼，向于解脱，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后来我们啊就变成执着，就是用来比较的娑婆世界的五欲不好，执着极乐世界的五欲啊。那这样也是执着啊，但是他也不失为一个方便了 啊。好，那说这个起厌离心而向于解脱，佛说无常，不是啊，你看不是论究义理啊，不是在论究那个义理，而是什么？而是指明事实，世间无常的事实，如是无常记。是无常记是什么啊？积聚啊，这里讲的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何谓要当离？有生无不死，这佛说的非常有名的是无常记。就是这个世间我们执着的是什么，从你所执着的告诉你要厌离，不要执着这个东西，因为它一下子生灭无常，一下子就没有了，不值得你执着，不值得你掏心掏肺，不值得你牺牲生命，不值得你用那么长的时间去执着这个东西啊。那就好像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啊，那么去执着，去你用三十年的时间去买一个啊，那么拿来放三天就会坏掉的东西，你用三千万去买一个拿来三天就自动会消失的东西，那有意义吗？你费了二十年赚了三千万去买一个只能放三天就会坏掉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无常的概念啊。然后消失不见的东西，好，那么这个积聚皆消散，积聚皆消散是什么？所积聚的财富了 啊财富，那么这是我们众生比较会执取的。那么崇高必堕落，就是名声啊、地位啊、权势这些啊，这也是我们所执着，我们一直要去争取的，
世间上我们一起要争取的基本就是名跟利嘛，啊，这个是名，这个是利，或是权势，崇高必堕落嘛。何会要当你啊？这个就是眷属恩爱啊，家庭啊，这子女啊，这一些的，然后你所拥有的这个啊，那这个其实基本上有生无不死啊，不管你多恩爱，不管你多怎么样，终究大家要分开，各走各的路，各受各的苦，各享各的福啊，就基本上这样嘛。啊，这《无量寿经》讲独来独往嘛，众生无始一劫来独来独往，都是这样，有生无不死啊。那么即使这个身体，它终究也要离开你，你就是一样啊。这个是自体爱啊，这个身体就是我爱，我爱我所爱，自体爱后有爱。那么这个境界就是什么？比比喜乐爱，喜贪俱行爱啊，就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名利地位这些。这个叫做喜贪俱行，啊，那么你想拥有的现在没有，但是你想追求的，你想追求啊，赚更多的钱啊，那么有更好的有更好的名声啊，有更好的权势啊，那么这个叫做啊，我们说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啊，这个，爱基本上啊，自体爱啊四种啊，有时候讲三种，那自体爱延伸后有爱。后有爱，自体还会延伸后有爱，就是对于自体永恒存在的渴求，这个叫后有爱啊。那么这个我们叫做自我爱啊，我爱啊，这个叫做我爱啊，我爱啊。那我所爱啊，我所爱就是喜贪俱行啊。这个名相，尤其是这个名相，或是这个部派的名相啊，有部的名相，喜贪俱行，啊，比比喜乐，啊，基本上不离开五欲。喜贪俱行就是说，啊，对于你现前有拥有的，你很迷恋贪着，啊，对于现前所拥有的名啦、啊、利啦、啊，啊，这一些眷属我所啊，这其实是我所爱，我爱我所，对于你所现前拥有的。啊，那么不管是眷属何会，眷属的何会啊，崇高的名声啊，崇高的名声啊，那么广就是所积聚的财产这一些啊，这个是你所追逐不舍啊。那么对于还没拥有的啊，你钱多要再更多啊，就不断啊投资要赚更多的钱，一千万要赚三千万，三千万要赚一亿，一亿要赚三亿，三亿要赚三十亿啊，就这样一直不断去追求。那名声啊，要更来更崇高啊，做到县长，要做市长，市长要做总统啊，总统要做转轮圣王啊，就这样一直追求啊，就崇高。那眷属啊，这个你要多子多孙啊，大家要怎么样都对你啊，你有很多的眷属，你有很多的员工啊，你有很多的孙子，你有很多的儿子啊，每个人都非常的孝顺你，怎么样啊？你就眷属和乐啊。那么对于这一些你所拥有的执着，好还要更好，多还要更多，啊，满还要更满，那没有的，啊，就要更好了，啊，就是还没有的，或是还没到达你所拥有的，你就越来越好，越追求越高了，啊，那么这个世间的转轮圣王呢，要做天上的天王，啊，然后要做梵天王啊，就一直追求，啊，比比喜乐就是对于还没有的，那么你要追求渴求。对于已经拥有的贪恋，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所爱。那么拥有因为有这个，啊，那么所以告诉你，其实你所追求的境界都不是那么真实，啊，究竟不为你所拥有，终究你要远离。所以告诉你，啊，这个是无常境，这个就是世间的东西嘛。那你追求的不爱，你在世间不爱追求，就是世间的东西而已啊。啊，你不会去追求出世间的，啊，那现在告诉你不要追求世间的，世间的是无常生灭的，你要追求出世间的，啊，那所以要佛法里面叫做用三种生灭的生命财，叫做三义嘛，以三兼，义三不兼嘛，啊，我们把这个讲完了，以三兼，以三不兼，义三兼。就是要让你知道无常的道理，以三不兼，义三兼，换啊，贸易三兼，哪三个？生财命，
身、财，啊，这是佛法里面的用这三个不坚固维却败坏的身体，换什么？换法身，以色身维却败坏不坚固的色身嘛，换什么？换法身，法身就坚固了，啊，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以这个世间有漏的不坚固的五家共有的财，啊，有漏财，换什么？换无漏的圣财，有漏的五家共有的不坚固的财，啊，这财是五家共有的嘛？现在是你的，不管你追求多少都一样，有漏的财，那要换什么？换无漏的圣财，啊，有漏的世间财啦，啊，换无漏的出世间财圣财，啊，圣财，啊，出世间的圣财换出世间的圣财。啊，那出世间是什么？啊，七圣财，信戒惭愧闻舍会，啊，那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那命不坚固的命啊，像我们现在命不坚固，50年、100年，顶多150年就死掉了。啊，天人再长一点，1000年，再更高的10000大劫、80000大劫也一样，这个是不坚固的命啊，不坚固的命啊，这个也是一样，以不坚固的这个命换什么？换慧命啊，坚固的慧命啊，就。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拿三种不坚固的东西来换三种坚固的，啊，身财命，啊，一样得法身慧命得圣财，其实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但是你现在换着什么？你现在换着还是不坚固的，啊，所以你现在要换过来，要换坚固的。那么这个是告诉你，啊，用这个无常记告诉你要人对现实世间不可迷恋，啊，底下讲很多了。那么要起厌离心而什么？而向什么？而要向解脱。这个是真正它的用意，啊，因为时间到，啊，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了，啊，下次还没写完还要再讲，啊，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